有菌子，非常有名，也很好吃。他一直想就是尝尝看啊，是吧？对，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今天专门给大家选了这家餐厅。那咱们现在就进去尝一尝吧。现在的那个火锅有什么菌子啊？最近最近的话是有松茸，还有那个羊肚菌，还有鸡松茸，黑牛肝、黄牛肝，哦，全都有是吗？对，太好了，太好了，有很多种，我们要不要都尝一下？自己，好呀，好，那我们就要菌子土鸡火锅，好的，啊，每一种我们都要一点，好的，好的，好，嗯，非常期待它，对。キノコいっぱい入れてグルタミン酸って美味しいよね。艾卡已经来了啊，这是松茸，对，这个是松茸，哇，啊，是，这个松茸很大，这个是新鲜的，啊，いい香りだ，很香，是的，この傘が開いてるのが，我自己是最喜欢黄牛肝那个香味，它真。很像那个肉的，哦，是不是？こういう食材待ってましたって。こういうのを探して。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住在大理住久了的话，我们其实都非常习惯于吃最新鲜的食材，但是料理的方法可能都会比较简单。雲南は自然が豊かなところで。キノコの成長に必要な条件を兼ね備えています。野生のキノコが一番多いところです。黒木上海も雲南の松茸を使用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ぜひ雲南の新鮮なキノコを味わいたいです。はあ、すごい旨味。很香。すごいこういろんなキノコの。旨味が凝縮，香りもいろんな香りがする。有很多菇的香味都凝聚在这里，凝缩在这里。その日食べたことのないキノコをたくさんいただきました。美味しい。很好吃。谢谢。我听说有水先生，你的餐厅在上海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你们都会用特别很珍贵的食材吗？食材を使って。そうですね。ただ単純に高いっていう食材じゃなくて、その価値があるもの。まあ、単純に挑最贵的食材，而是说有价值的食材。まあその価値があるっていうのは僕は鮮度だと思ってて、鮮度が一番だと思ってます。就食材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鲜度。那跟云南人他们的美食观其实挺像的。对，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菌子，云南人认为就是这种野生的才叫菌子，如果是那种人工养殖的，它不会有这么鲜。所以一到雨季的时候，然后满山遍野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菌子，然后他们就采来吃。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风险的，就是如果你烹饪的方式不得当，或者是你可能选到了有一点毒性的菌子的话，轻度的中毒，你就会看到很多小人到处跑，或者看到彩色的水母在天上飘。但是因为这个真的太好吃了，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生死置之度外，也一定要吃。现在好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旗下有一个小浦惠花商户联盟，上面有许多新鲜的美食优惠信息，能满足大家高品质尝鲜的梦想。キノコの収穫の時期はそろそろ終わりますが、現地の方から今は天然のトリュフの時期だとお伺いいたしまして、お邪魔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中国ならではの食材を和食に取り入れることが今回の旅の目的です。